阿姐，对不起，请问一下，你有没有看见一部手机丢在这里呀？是不是这个呀？嗯，是的，是的，就是这个。贝明，这个手机是你的，你拿我手机打个电话吧。嗯，好的。你看，是我的吧？嗯，好吧，好吧，还给你。好的，谢谢阿姐，我先走了啊。等一下，帮我个忙呀。哦，好的。一片痴情空与雨对，落花还凄风寒泪，偏偏相思风。喂，小王啊，那7万块钱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一会儿就给你送过来。给你借的学费已经借好了，但是我给你奶奶交医药费了，奶奶明天要做手术。我知道，儿子啊，你的学习很好，一定能考个大学，但是爸爸没办法呀。喂，儿子啊，喂，喂，儿子啊，偏偏相思风。喂，你好，小兄弟啊，你不用等了，带着你的钱是给你的学费。哎，对了，你家人生病了，赶紧给你家里面打个电话吧。再给你送过来。嗯，好的好的，那就这样吧啊。